欢迎来到竞转全球，我是黄胜凯。全球瞩目的中国两会这个周末就要登场，预估将会定出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要在5%以上。现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跟一般的投资人就在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交棒给李强之后，中国政府打算端出什么政策牛肉来刺激经济。我们看到在今天出炉的 PMI 数据大幅优于预期，整个激励之下，中港的股市已经点火上攻，摆脱了二月底的阴霾，在今天三月第一个交易日强劲的拉升。其实我们看到港股的恒生指数收盘大涨800点以上，涨幅超过了4%，收复20000点大关。2023是中国解封之年，经济能否成功复苏，得看领导阶层大刀阔斧决心有多少。投资市场眼光望向三月初即将登场的中国全国两会，因为会议将替中国今年经济发展方针定下基调。The main thing that people are going to be watching out for is what is going to be the GDP target that China sets for 2023. We know that officials have been debating whether to put that mark at about 5%. That would be substantially faster than China grew last year, which was 3%. 今年中国两会适逢中央政府换届，也将迎来新一波人事大地震。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李克强将卸下国务院总理一职，预计将由李强接棒。李强是习近平好几十年的亲信，去年20大新当选政治局常委，就跃升中共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习近平。外界认为李强如果出任总理，将开启习李体制的新时代，李强可能将握有比李克强更大幅度的经济决策权，如何带领中国扩大内需市场将成为李强新官上任后首要之务。With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US and Europe, into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year looking a little bit uncertain. I think there will be more done by the government here in Beijing to spur consumption domestically. 有中国并购之王之称的华兴资本董事长包凡日前经传失联，26号公司证实包凡正接受中共当局调查，但仍旧音讯全无。两会过后，中国金融业会不会面临新一轮监控，也将成为投资人评估能否加码投资中国的第一颗风向球。金星文、谢子健、林立伟报道。在资本市场里面呢，资金就会停泊在投资人觉得获利机会最高的地方。那在海运市场，船主或船东他会把他的空船停在需求复苏预期最快的地方。我们看到现在全球的贸易都慢慢的走疲，货柜运价现在跌到2年半的低点，闲置的空船率呢逼近了2年多的高点。那现在很多的空船他们停在哪里？就停在中国附近，他们赌的是中国的需求复苏在全球是最快的，可以替他们带来新一波的荣景。那如果我们看到目前全球闲置超过14天的货柜船队，它的运载量能相当于是106.7万个20英尺的货柜，跟一年期比起来呢，大概是2倍左右。那占全球货柜船运总量能比率超过了4%，直逼去年底创下的2年多的高点。很多的船呢也趁现在进入干船坞来维修保养。那根据彭博的另外一份数据，剩下的空船我刚有提到，很大一部分呢就聚集在中国的附近。一方面呢，在这里停泊的费用比较没有这么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船东觉得中国的需求反弹速度可能是全球最快的。那其他也有少数的船只它是停泊在东南亚靠近主要贸易路线的地方。好，不只是海运业，其实华尔街对于中国经济复苏也抱持着高度的期待。现在中国从解封以来将近3个月，整个复苏状况到底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以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至少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强劲。在今天公布的2月份 PMI 数据来看呢，其中官方制造业跟非制造业双双都突破了预期，而且都是连续2个月维持扩张。那反映民营中小企业景气的财新制造业 PMI， 它是7个月来第一次转为扩张。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再来看官方制造 PMI， 它创下的是2012年4月以来的新高，包含像是生产、新订单、人员聘雇跟货物交期，其实都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在非制造业的部分，它的扩张力道比制造业还要更强，写下了2021年3月以来的新高。其实反映的就是目前整个中国的经济复苏更大程度是仰赖零售跟服务业。不过中国在2月的经济数据其实不是全面的大好，预计在下礼拜二公布的外贸统计，它的衰退幅度还在扩大当中。
下礼拜四会公布的物价指数，预估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它的缓慢增温，那生产者物价指数的 PPI 它预估会连续第五个月下跌。如果从价格的角度来看，其实复苏的状况还是蛮疲弱的。那除了中国内需市场表现呢，如果你要让中国的复苏可以拉抬全球的经济，当然中国的出口表现也要够好，那就代表欧美市场的需求也要够强才有办法。好，还有一件事情不能过度集中，现在全球企业他们为了要降低这样过度集中的风险，他们最近持续的出走中国。像是我们来看到苹果的耳机代工厂中国歌尔，他现在打算斥资 2.8 亿美元要到越南设新厂。那公司也透露，从上个月开始，其实几乎每天都有客户问说生产线什么时候要搬离中国。那除了越南之外，外界也认为跨国企业这一波脱中潮还可以带动印度等四个国家的制造业崛起。现在逐渐成型的新供应链五国有哪一些？我们一起来看。才跨入新年，美国 PC 大厂戴尔就传出2024年将全面弃用在中国生产的晶片，还要求电子模组、PCB 板等供应商把产线移往越南等地，凸显全球供应链转移潮正如火如荼。Lots of folks in the electronic supply chain have been diversifying supply chains even ever since the tariffs and the trade stuff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 few years ago. But just given what's going on,in terms of some of the sanctions and everything else sort of getting placed on China, there does seem to be more of a broad-based decoupling that's starting to happen. 供应链加速从中国出走，转向成本更低廉、人力资源更丰富、政策也更友善的地方。东南亚和南亚成了供应链落脚的首选目的地。印度、越南、泰国、孟加拉和马来西亚更被看好有希望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尤其印度和越南来势汹汹，越南出口占 GDP 约八成，贸易总额达 GDP 的两倍。早在疫情之前，就是纺织品、电子零件和各类电子产品制造重镇。三星卖到全世界的手机有一半在越南生产，近来更努力吸引半导体厂进驻，渴望在产业价值供应链向上移动。2022年9月，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服役，成为全世界第六个能自主建造大中型航母的国家，展现了高阶制造能力的提升。加上政府不断祭出奖励政策向科技供应链招手，连苹果都已经开始在印度生产 iPhone 最新机型。We expect India to be a major hub for iPhone manufacturing in the next 3 to 5 years. Right now, India is mainly manufacturing iPhone 14 and older models. India is likely to be the main focus area for iPhone for Apple to diversify the supply chain. 许多人看好下个十年，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供应链核心。如今中国优势不在，印度却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摩根士丹利预期2030年印度将跃升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当前去全球化、人口高龄化种种破坏性的世界趋势下逆风高飞。 These are demographics, so the world is aging, deglobalization, decarbo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which is also disrupting a lot of businesses.Now, if you look at India, it's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benefiting from all of these four trends. 至于其他被看好的供应链落脚地，泰国2020年到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飙升了三倍，孟加拉早已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马来西亚也持续接收从中国转移的投资。The Indo-Pacific is an Indo-Pacific that is free and open, stable and prosperous.And resilient and secure is what we're all seeking. We're launching a new era in U.S.-ASEAN relations. A lot has been said on trade. We want to trade more with each other. We already are each other's thir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Our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Vietnam and Singapore are delivering. That's impressive.从西太平洋到东协十国所在，再到涵盖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洋海域，整个印太地区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不只是从外交到经贸成为各方地缘战略布局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渴望在这波全球供应链迁徙与重组浪潮下成为最大赢家。镜新闻刘丽珍、翁立奇报道。
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大家觉得在中国生产风险好像更高了，所以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他们逐渐开始流行一种叫做中国加一的策略，也就是我的东西除了在中国以外，同时也要在其他地方进行生产，来分散风险。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全球的供应链陷入混乱，以及乌俄战争加强了逆全球化还有去中国化的浪潮越演越烈，供应链重组的速度我们看起来是越来越快，我们从苹果就看得出来。彭博社曾经估计呢，苹果它大概要花8年才可以把一成的产能从中国移出来，但是实际上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我们来看到 AirPod 制造商中国耳机厂歌尔就估计，现在高达90%的苹果供应商都在认真思考要把生产线从中国迁出来。The trade war tension with the U.S. created this more sharp downturn. I believe that's temporary because I think that when you really look at it, it's in both countries' best interest to come to an agreement.2019年正值贸易战打得火热的时候，苹果执行长库克还是老神在在，相信美中最后会达成协议。没想到这几年全球政经局势批变，让苹果供应链面临了越来越高的风险。库克也一改原先的乐观态度，铁了心要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China cannot expect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respect its appeals to the principles of sovereignty.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 the future, if it does not respect these principles now. 乌俄开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罕见公开点名中国，呼吁中国加入抵制俄罗斯的行列，还直白地表示，中国如果不阻止俄罗斯的话，将影响全球与中国进一步整合经济的意愿。而经贸关系与国家安全也越来越难分开看待。Going forward.It will b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separate economic issues from broader considerations of national interest, including national security. 贸易战紧跟而来的是瘟疫带来的供应链瓶颈，现在又加上乌俄战争。过去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精心打造的高效率供应链遭遇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执行长 Larry Fink 直言，乌俄开战象征着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正式终结，各国将逐一检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依赖，重新审视制造供应链足迹。This meeting will set the seal on a major historic event, the accession of China and Chinese Taipei to the WTO.2001年中国与台湾接连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至此以后中国更是搭上了全球化列车，不只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还在短时间内一举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却让全球投资人再度把目光聚焦中国。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乌俄战争爆发后，海外投资人加速将资金撤离中国，规模史无前例。The global economy is not a zero-sum game, in which one side gains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other side loses. It is and should be a positive-sum game. There are all sorts of advantages that we get and other countries get out of globalization. 19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瓦解、冷战结束，全球经贸加速整合，各国之间的互赖程度也越来越深。背后主要假设认为，在比较利益下，分工合作合乎各国最佳利益，而经贸上的互赖更有助于世界和平。因为一旦彼此依赖，不论哪一方发动战争，都必须付出更大的成本。There is secular change underway. I think we're now in an era of deglobalization. 但最近几年，全球化趋势加速逆转，因为相互依赖不止没有避免战事发生。甚至让各国暴露在更高的风险之下。欧洲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是一例，全球制造过度依赖中国又是另外一例。如今欧美国家正在承担中国封城及俄罗斯发动战争带来的通膨飙升苦果，而企业及投资人也终于愿意正视供应链安全。一场去全球化的潮流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好，苹果它到底有多仰赖中国呢？其实有超过90%的苹果产品都是中国制造，而且在苹果的大型供应商当中，至少150家都在中国有工厂。不过随着苹果它现在要求它的供应链要分散生产的基地，
摩根大通就预估，在未来三年 ，Mac 电脑跟 iPhone 机壳将不会是100%都在中国制造。那苹果的智慧手表、iPad 也一样，在中国的制造比重都会下降。那另外，苹果最重要的产品 iPhone， 它在中国的制造占比，你可以看到下降的是最明显的，从将近100%降到80%以下。那 AirPods 在中国制造的比重呢，也会从接近60%的地方拉回到只剩下40%左右。那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不看生产地，我们看的是中国厂商的话，你会发现说，在所有的苹果产品当中，它所占的生产比重在未来三年可能不降反升。不只是 Mac 电脑，像是 iPhone 机壳、Apple Watch 或是 iPad 也包含了 iPhone。 那一方面，这就代表说中国厂商它拿下了更多的苹果订单，另外一方面就凸显了中国厂商它自己都在把生产的基地移出中国。像是立讯跟歌尔，其实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在越南生产 AirPods。那除了越南之外，苹果供应链另外一个最热门的移转地点就是印度。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两个好好的比一比。我们看到越南，它作为制造生产基地，它是比印度更加成熟，但是印度它的潜力是更受看好，最主要就是它的人口红利跟人口基数比较大。印度的总人口预估在今年4月会超越中国，它会成为全世界最多人的国家。而且更惊人的是，有一半的人口它的年龄都不到30岁，可以提供更年轻的劳动力。那越南的人口呢，今年预期会突破1亿，其中它的劳动年龄人口也上看有70%左右。那接下来要比比他们的 GDP 规模印度它的 GDP 规模现在是全球的第五名，但是到2030年之前，它有可能会升到全球第三名，就排在美国跟中国的后面。那越南的 GDP 规模，它在东协10个国家里面，虽然它只排在第六名，但是它的经济成长速度是第一名。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看到人均 GDP， 越南呢很明显是比印度还要更高，但是这两个数字呢跟中国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目前的人均 GDP 呢大概是在1.25万美元，但是你可以看到印度跟越南其实都在2000到4000美元左右。另外在贸易方面呢，印度在2021年到2022年度，它的货物跟服务的出口总额创下了新高，逼近了7000亿美元。那越南在2021年的出口额是在3000亿美元左右，在疫情之中还是成长了将近20%。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自由贸易协定，你签的越多，代表你在国际经贸市场你的优惠越多，那你的商品竞争力就会越高。其中呢，印度它签了13个自由贸易协定，另外也有6个优惠贸易协定，并且呢，它是美国积极想要拉拢的印太经济架构 IPF 的最重要的对象。那再来看到越南，它是有15个自由贸易协定，另外呢，也包含了去年生效的 RCEP。那如果我们看到2022年，中国经济估计只成长了3%，这是这半世纪以来第二低的记录。但是你可以看到，印度跟越南在同期他们的成长呢，都比中国高出了1倍以上。那今年中国解封之后呢，整个经济成长有望可以反弹到5.2%。同时，印度跟越南它的成长虽然有比较低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还是超过6%，还是比中国好。那至于到了明年，中国的成长有可能会降下来到4.5%左右，但是呢，印度的经济有望再次的加速成长。台湾中国的经济，下一段节目我们要看到美国的晶片法补助要上路了，接受优惠的业者在10年之内不可以在中国扩产。美中的科技冷战持续扩大，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打算把 4G 晶片也纳入对华为的出口管制范围，等于说它不再针对，只有针对先进的 5G 晶片，彻底要封杀华为的后路。不过外界更关心的应该是美国去年7月大张旗鼓通过的晶片法，在这礼拜二公布了补助申请规则，接受优惠的业者10年之内恐怕不得赴中国扩产。拜登政府从上到下都很明确表示，晶片法的实施攸关了美国的国安，最大的目标就是要重建美国本土的半导体供应链，要把晶片的尖端生产研发技术通通握在手中。而为了适应全世界半导体进驻美国，这个晶片法将会提供390亿美元补助在美国本土新建或是扩大晶片生产。
另外呢，也会提拨110亿美元支持晶片技术研发，而且呢，你在美国投资设厂可以享有高达25%的租税优惠，估计呢就相当于是240亿美元。那对单一案件的补助金额将会限制在该申请案件资本支出额的15%以下。重点是你只要申请了这个补助的企业，你就必须跟美国签订一个协议。如果呢你在知情的状况下跟有国安疑虑的外国实体进行技术研发或授权，必须要退回所有的补助金额。而且你在获得补助之后，在10年之内不可以再有相关疑虑的国家扩大产能。那这样看起来很明显针对的就是中国。另外还有一个分润条款，如果厂商呢，你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补助之后，必须要跟美国政府分享超出预期的获利，而且这些补助不可以用来发股利或是回购公司的股票。休息一下，继续进入全球。随着两岸紧张情势不断升高，美国支持台湾的动作也越来越大。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在2月28号一口气通过了3项挺台法案，不只要从经济面吓阻中国武力犯台，还打算让台湾参与更多的国际活动。3项法案呢，全部都是以全数赞成通过，这也凸显了美国挺台的决心。中国对台海威胁日益升温，美国挺台动作也越来越大。美国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28号连续通过3项挺台法案，包括台湾冲突吓阻法、保护台湾法及不歧视台湾法，而且3项法案全数零票反对，显示挺台已经成为两党共识。Now legislation lets them know what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will incur deeply personal cost to themselves.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associates. 共和党阿肯色州联邦众议员也是这次委员会副主席希尔提出台湾冲突吓阻法，要求以中文公布中国高官在海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资产，并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向这些高官及家属所属机构提供服务。Taiwan is one of our top 10 trading partners.And it has the 5th largest reserves of any foreign country. Why wouldn't we want its experiences to inform the work of the IMF? 同时，亚裔的加州联邦众议员金应玉也出手相挺台湾，提出不歧视台湾法，并形容台湾经济发展是全球最耀眼，支持台湾加入并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提供台湾人在 IMF 的工作机会和培训。最后一项保护台湾法则是指，如果台湾人民因为中国任何行动受到威胁，美国可将中国代表排除国际金融组织，包括 G20、全球20大工业国等。一连串挺台法案再再显示美国抗中的决心。金新闻林梅杰、戴佑仁报道。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也请您按赞分享，持续订阅锁定。节目最后，我们到玻利维亚的嘉年华会，进展全球，感谢收看。我们下回见。